你麦了。好。那讲要去关岛拍摄的事情。我觉得非常开心，因为这是真的是我们第一次出国，然后去到就是这么漂亮的地方，然后也觉得很兴奋，因为就会觉得。虽然说因为四天三夜我们其实每天只睡了两个小时，但是就是因为真的太兴奋，然后呢去到这么漂亮的地方，然后呢穿了这么多的衣服，而且我觉得一个很好笑，就是因为我们也很怕晒黑，然后我们就一直疯狂的补防晒，可是因为我们在海边，然后那个海峡就是一直会跑到防晒里面，所以我们一直补，就怎么觉得身体越来越脏，而且很像搓一搓很多是像那种 sample 出来，其实是因为不太厚了，那时候还想说是自己不干净吗？不好意思，你们再帮我移一下。哦，好。不好意思。那好像原本是以为是要穿比基尼，后来不知道在穿什么，但是原本很期待可以穿的。因为其实因为我们从第一张专辑开始就透视装，然后呢露腰的部分，然后第二张我们是露，也是露腰，对，是露腰，所以我们这次已经想说都已经第三张，应该公司会让我们有一些什么突破吧，给粉丝多点福利这样子，就没想到我们福利就是哎、欸、穿更多啦，对，穿多多，对，然后但是蛮期待就是我们第四张专辑可以穿比基尼给大家看，因为其实因为这是特地到关岛拍摄，所以其实里面的照片真的非常的漂亮。然后我觉得也其实也不能说完全就是包得很紧，因为我觉得在海边嘛，就一定还是会有一些很清凉、对养眼的照片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敬请期待写真里面的东西。对，那听说就是在里面是当主角，而且是失恋，那自己觉得怎么样？为什么当初选角是选上品轩？不知道，他们可能发现我身上有忧郁的气质，因为他那时候就想说，可能是配合我的头发吧，就是也是一头乱发，就是因为我这次特别接了发，然后还有做微卷的造型，然后就是想说，应该是艺术女孩本身有点忧郁的气息，对，对，因为你这次的主题是艺术女友哦，那这次去关岛有机会就是到当地去玩一下吗？其实真的。没有什么机会，因为我们其实都在工作，能睡觉其实就觉得很开心了。因为我们在当地睡眠时间几乎只有两三个小时，就眼睛一闭，然后一张就开始工作了。但是我没有，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去到那个鱼眼公园。对，鱼眼公园那边真的好漂亮，虽然40度，但是听说那个前面的桥是情人桥，然后我们也是之后才知道，但是希望未来有机会的时候可以跟我们的另外一半去那边走一走。我真的觉得好热啊！为什么？因为我的衣服它真的是刷毛，然后我的裙子又是 PVC 材质的，然后它其实是半透明的。如果你眼睛仔细的看，你会发现我的裙子其实都是蒸汽。对。但其实照起来就是那个照片都是很漂亮。对对，是配合整个团体这样。哦，它有漂亮。那原本里面有穿比基尼。宝儿有一个部分，在我的普通衣服的里面内含着比基尼哦。对，这是一种除非你有透视眼，不然是真的看不到，看不到，自行想象。那我们要不要讲一下，我们今天想要跟粉丝们一起做吗？因为其实我们从能走到第三张专辑，其实就是因为有他们的支持，我们才能走到今天。然后因为其实很感动，然后常常看到就是每一场活动的粉丝，他们每一场都会到，然后不管是外面天气再热或是天气再冷，他们每一场都不会缺席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感谢他们，然后呢就是希望可以有跟他们多点相处的机会，然后才希望就有今天这个活动。而且借由我们这张专辑，好，就是其中有一首歌叫好好，然后我们才募集好好宣言，然后并且可以跟粉丝一起分享这个欢乐的时光，就希望看看他们希望可以跟我们一起做什么事，然后完成他们的愿望。而且我觉得，因为马卡龙它是一个很经典代表甜食的一个甜点，对，它是吃下去心里就会甜滋滋。我觉得就像粉丝对我们的那个信念一样，所以当我们就是不管遇到再怎么苦的事情，然后只要感觉吃了他们，因为他们给我们很大的勇气，然后加油，对，然后就觉得哦，元气又满满。对，那刚做的时候跟粉丝。粉丝他们画的比较好，而且像我的那个粉丝，他说他其实他是在港式餐厅，然后做甜点师，哇，所以我刚才就觉得说，难怪他画的比我好，不然我应该画的不错，是吗？但他真的。
真的画得很好，而且速度很快。嗯、对、啊，我觉得他觉得我有拖累到他。可是我一直吐槽他、欸、真的吗？因为他几个爱心，他刚才几个三角形，我在旁边就说这不是爱心哦，是三角形哦。没有，我还是很爱你的好吗？那这次宣传期刚好碰到那个魔幻力量，会不会担心上通告的时候遇到？很开心可以遇到啊，不会担心啊，我们很期待，因为之前就第一次跟他们见面的时候，就是在某一个节目上，然后有一个联谊的活动，然后就发现他们跟我们一样，就是非常的活泼，所以我们很期待，就是私不是私底下的，就很期待，就在节目上还能就是擦出不同的火花。我们私底下也蛮期待的，对啊，还是会一起出去什么的，嗯，因为我们私底下其实都会打电话整他们，对，特别整哪一位？全员整。好像少了一个，好像我们没有，因为这就比较多人，而且我们就是经常是三更半夜打，结果我们突然发现好像漏了阿翔。对对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下次你就下次绝对会整理的，我们好不好？谢谢。